周春的日常。村长是我最近要找工作了，我这记得几个招聘电话，我一会儿打过去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哟，像你这个规格的人类还需要找工作吗？富二代也很内卷的，要学会从底层工作做起，要锻炼自己吃苦受累的能力。行，那你打吧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，你们那找爹吗？根本就不想受累。居然敢挂我电话，人家没打你就不错了，你怎么想的你？我爸跟我说的，像我这样的找工作缺爹的才能要我。你爸还说你废物点心了，也没见你吐出蜜来呀，你不得听听人家那边招哪个职位吗？啊、哦，那我明白了。喂，你们那招聘吗？我想去应聘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这儿呀正好缺个接待客人的迎宾。啊，行，这个我能干，我什么时候过去？小严，给他查查他什么时候到日子。好嘞，知道了。这个绝对不能去。我说你这去的是央建的人才市场吗？这都哪儿找来的招聘电话？我这从报纸中缝跟电线杆的小广告上找的。重金求职的现在都不在那儿登广告了好吗？你上网发求职简历啊？当然发的，这个就是在网上找的，我给他打过去。喂，请问你们那是招游戏客服吗？没有招，我们在招游戏客服。最近这个职位骗子特别多，你仔细问问。你们不会是骗子吧？怎么会是骗子呢？我们这里月薪30000，每天工作6小时，不需要学历，不需要工作经验。他绝对不是骗子，绝对是骗子。你问问他们需要嘛条件啊？你们需要什么条件？就我这个口条的也能干吗？请问你是什么血型？我是 O 型血。你被录取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要收回前面的话。这个才是不能去。小伙子身体怎么样啊？肾功能方面还好吗？我这个肾好极了，天天去8趟厕所。太好了，赶紧来上班吧。我们公司在缅北，我派人去接你。我能问问他们这个游戏叫嘛名字吗？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怎么样，村长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？下载国家反诈 APP。